表带太长了，所以量好尺寸之后，各拿一格掉。这边已经拿了一格了，然后拿的方式就是这边已经有凹下去的，从这边用这个调表器把它顶出来，对准洞口，然后转。然后有没有看这里就顶出来了，然后之后再退出来，就把这根抽出来。要咔一声就对了。就出来了，就把它顶出来了。哦，好，这个拿下来。OK， 然后再装回去。塞回去。哦。然后再用这边把它顶好。顶进去之后摸看看有没有平，有平的就好了。哦，好 ，OK， 完成，开始。